有梦想的孩子们说一说吗？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一个健康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然后加油努力，对，坚持梦想，坚持吧，坚持，很多都要坚持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峰峰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辛苦了，新年快乐，拍照片，拍照片。好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好，来，这位女生先问。哎，您好。没关系，您先来。哎，你好，峰峰，就是因为今天晚上是那个直播嘛，然后之前井柏然唱歌的时候就出现状况，然后他还在微博上道歉，不知道你刚才就是在唱歌的时候有担心这个问题吗？哎，会担心吗？因为上台就是去享受这个舞台嘛，因为跨年大家其实就是在一起有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气氛，然后大家也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演唱会，我觉得曾经待过的高三的时候，高三的时候就是您当班导师的时候，是吧？不知道李易峰看到自己曾经求学的地方，想起自己的匆匆那年会作何感想？在高中同学的记忆中，长得帅、球技好的李易峰那时就已经很有名气，甚至在其他学校都有了一定知名度。他在学校火爆程度炸舌，就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很多事儿了。我记得在他最红的时候，在外就是一下课吧，然后